花生糖。花生糖，小茴香一人差不多。这儿面条筋没个夹。啊，今儿没该夹了，俺觉出煮点好的吃吃吧。肉丝汤，花生糖。菜糊仁，啥菜糊仁？茴香、鸡蛋、菜末，一块鸡蛋，一块鸡蛋。这是韭菜、茴香、陈皮蛋，炒出来菜末好吃不？你是啥饭呀？馍？哎，炒点疙瘩凉菜吧。凉面条。哎，凉面条行，它干活了，和汤面这不天热。呀，今儿的菜丰盛啊。蒜头、番茄、青椒、木耳，俩都够了吗？仨吧。咦，今儿伙食超标了，都敢弄仨。今儿俺白干活了。啊。好好给他补补。你成天干活嘛，也管他的这。走。再弄个土豆。再弄个土豆，恐怕不够。加鸡蛋。咦，你还会和面了吗？搓搓它，上回好吗？啊！妈妈，你给我点，我就知道你给他接的。鸡蛋，这是生鸡蛋，闻着可香。可香？你一年没吃的可老香啊！黢黑，还不黑呀、啊？可好看哈、啊！过来了，我谈的蛋，鸡蛋茴香。真的咸的，咸的，你尝一下。咸的，会弹呀，你还念弹呢？你我真的好用，你这成天吃的慌，中不中啊？中，这可爱去了，这可好，我想问一下。吃啊，这那个还惦记呢。嗯，这溜，这挺。能做的。这烂没？你会做这不会吗？哎，我不成的，我不弄，我一弄烂。哎。是我的牙。牙牙不硬，你要牙能掉，可不敢打他。俺我牙就挺好的，有几根吃比我们比你那牙，肥死了。看你牙超真，可能能拿。你也都过来了，也没口吃。你懂。咦，今晚说的木的状态回来了。嗯。吃有面条有劲儿了。有精神。吃大馍吧，那我谈菜馍。哎呀，好吧。嗯，不干了。我就不想这菜馍，你能吃几样啊？我要吃两三样。两三样。两三样你都吃完了，嗯。还有这一碗面条呢，不算面条了。不算面条，我吃两号。你还吃菜吗？吃吧，从这吃吧。我谈面条正适合这菜。腰疼啊，脸疼，这不是光腰疼，还治肚鸡，还治鸡的，还治鸡，还治鸡，还发油吗？啊，我背的有点沉吗？这不是我菜吗？你吃？我你这是油馍馍？啊，真的油馍，看着个甩泡儿。这不是那包子锅里背的一样，煎饼囊背的。那你说吧，你我看着你弄啥包饭？你吃吧，小米稀饭，我忘了又。这是呢。前上我压面头的面没压成，泡了泡，也黑泡泡去吃。那劲儿咱压都夹。你那劲儿，俺白蒙回来的劲儿。哈哈哈哈哈！俺俩都嘎嘎震。可湿呀，糯糯成蛋儿啊！那太湿了。别说。你这啥太湿了？就那样。我把你挑完，挑点菜嘛。你好吃，就人弄的菜嘛。嗯，菜嘛，没有没有。你那老快了。背了好久、啊，我这个做饭面老实的话，不都拿出来五百点儿？弄做半碗面炸肉馍，我也打我。你实的话，都啥都不想弄了，剩一百了。钱儿是，钱儿是，啊，就是干杯的意思。啊，干杯了，干杯了。来，不知道牛血不牛血？来，真的牛血话，来来，开始开始来。好吧。你看可少了，不得，嗯，还有扁担嘞，嗯，我这碗呢，就搁地里头，赶紧捏。早回来的我，哎，这蛋块多着呢，没有人。要死的我也没有。
这几天都是十里洋啊，一溜八整的。十里洋一从那我起来又起不来，搁那床上打滚又起不来。嗯呀，打滚，那就是。邱金木说话老是可夸张。他打滚怎么掉下来？你怎么打不能掉下来？打滚怎么不灵？掉不下来。13岁都长真高了。啊，我这我不知道，是给他吹死了是吧？有很多研究，也不是说一年长了40斤，一年长了40斤。我上，可开始一窜到100斤。初中上了，高中上。咱上了一毕业了，大学跟哪毕业呀？大学跟北京大学毕业。哎呀，老天爷，没给你分配啥？分配到家里蹲，还在家里。分配到聚刚姐家。你高中才多少斤吗？我。我也是大学毕业，那都没上这边，都没上高中了。你上高中？没有。是吧？是。小娃在那的初中的。你看，哇，他真的他是。那今天呀。可咱吃粉条，汤面条丢点粉条吧，可没，可没。花生糖。醋，还是开胃也是一味，还软化血管不是？啊，还健脾。嗯，我吃醋，大烟花啥血管？烟花血管。软化血管。也说不愣整了，说不愣了都不说，我说停了，不中，我都说不愣了。叫吃愣整都中了，吃可愣了。我要是急了，我真能怼2声。说了也2声。你说话吹牛，你成天有眼头吹牛了。嗯嗯，好了，哎，你咋不学筷子了？啊，不得，不得一声。我喝完了，喝点再抹。喝了，不吃咸。吃不完，我。嗯，开气儿咱吃吃。嗯。我。老了这。哈哈哈。喝不喝咸？装什么？我的妈！